不要投给黄保罗、啊。那东明塞500块给我，我再去问一下谁要塞1000给我。哎，保罗，你那个零食会买好一点吗？买好一点了我就投你了。这再不毕业说不过去吧？对啊，我们都投他好不好？延毕很多年嘞，赶快投。对啊，延毕很多年，我想他今年。徐亮，再投你，赶快毕业啊！当选就毕业，当选就毕业。500块了，给你了。我投给他。呀，申浩威。都口头一样的吗？不行，要分开。我要投阿敏。阿敏。你要这样投吗 ？DM， 听到 DM， 有投别人，但是还是不能算他点。换你，好喽。哦，我不用贴一个在我这里。哎呀，都不用贴一个在我这里，贴一个啦，笑什么？嗯。这先拜。真的是毫无悬念的。联谊小队吗？太离谱了吧。不是啊，我投的票不是说我要赢啦，只是比较难看而已啊。嗯，有票有。好，我家里。啊，钟贤荣都没有票。啊，钟贤荣都没有。啊，不要拍校长一个机会了。哦，校长。选举。我的校草在这边吗？哎、欸，我投在我头上啊。在这里。抓头发是。我永远支持我的一个东西。让你投2块，你都。保罗。因为他很帅，然后太傻了。这个我们的盛伟学长，2467票，246，啊，你就抽这一票7票来，投给浩伟哦。哇！但是我想投中选，我投3号位，都给他投给他，人家都已经快10票了，他一票投没了，相信他，他会2.8。我第二票投给。新生代的校草，投给我的室友，因为他好像太少了，这一格衣服，帮他冲一下人气。加油，我的室友，投给学长。第二票还是学长。有，耶！一定要让学长赢啊！帮忙，第一位，哎呦。竞争激烈，多好！知道要投谁吧？没有压力哦，我们没有学长，没有压力啊，没有哦，没有学长，学长，毫无悬念了，好不好？从偶像到队友，哎，社员跟学长压力累，拉票的，哎，来，有了不开心。团结九好队友，那我支持一下他好了。保罗，他比较正常一点，其他都不太正常。投给保罗，因为我们先发还是要出一个人吧。哎，保罗，我在帮你拉票。是因为他是先发的议员，所以就是大家尽量灌给他。我相信你们做得到，不用考虑。哎，保罗，不要叫我做事，这个没有办法考虑，真的没办法考虑。没有啦，因为他请我喝一个礼拜的咖啡了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因为毕竟我以前看他打球长大的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因为看到他就是参与跟我们年轻人参与这种活动，真的非常感动，所以完全不用考虑啊。虽然他是帅，但是他太爱耍帅。对啊，学长这个球迷太多了啊，这个投给钟贤龙，他很爱耍帅啊，是我们两个，伯仲之间的。送我怎么那么多？他真是联谊小队长哦，很会带东西分。他联谊小队长。My friend Akum, Little Me, 保罗 ，Yeah, 保罗 ，My two, say bye。恭喜你哥！开 ，Wow, OK, two, Oh yeah, number six.一応ないやつだから。俺はないだろ。坊さんなんで多いねん。おかしくねえから。おかしくねえ。先輩だ。いたのか。我觉得投人数比较少的。申浩伟啊，送给学长。哟，抓住了，OK了，到位了。
都蛮帅的、啊。就是学长第一次参加，我想要让他拿校草，毕竟这么大年纪那么大的校草是第一。牙齿小队长，称号为牙齿的。东明好了，东明一票，因为我知道那种落后的感觉，因为落后的感觉不好。美腿小队长，外加脸部的，脸蛋，对。感谢你那神神圣的。真的啊，投给小刘跟东明的，这样他是比较好看一点。现在谁第一？哎，吴兆威，兆威，你掉了好不好？你知道投谁？投谁？我要投这个。不要、啊，要啦！选校工啊！校工讲这样。成功镇三民里的大学长王胜伟，我要投他两票。你看他笑得多腼腆，看一下。哟，牙齿很白，可以代言了啦！背号三号，台东县代表三民里成功镇，王胜伟学长，请致他没票，谢谢大家 ，I love you。第一个贴年轻的保罗，第二个要贴要鼓励他的钟贤。